game.师兄说过，此处从路外人，这些黑衣人是如何闯入的？你们受何人指使，竟敢擅闯侠客岛？无需废话，直接干！岛上来了外人，须得尽快去告诉师兄。 有命，格杀勿论。我已将其重伤，速速！你们休想！不错，还能活着到这里。 好了好了，不打了。不错，傅大侠，你年纪轻，我这儿有本心法，名叫万流归宗。此处曲径通幽，却不知是通往何处。我带你去见一位故人。那一定又是一位十分厉害的大侠吧？故人一去多年，我已许久未同人谈起他了。临走之前，我想和你一起见见他。
天涯有蔷薇，这是昔日蔷薇剑燕的。我知道，师兄，我们不让你入江湖。师兄，燕南飞也是你的好友吗？是的，我初涉江湖之时，他是第一个给我勇气和信念的人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的路。少侠，一路风尘，来喝口茶吧。这位师兄，不是你师兄、不急，趁秦桧之盛。江南的风景还是在高处看更为壮美，少侠来此处与我共赏如何？那人是……算了，还是先去前面找他聊聊吧。再撞窟窿都要撞。这位是青龙会，原来是蓝。会有人告诉你，还请师兄明。你师兄拜。最大的酒，极目远眺，经脉中似有。奇怪，蓝师兄呢？蓝师兄大概已经走了，只能自己去找那个酒楼和赵姑娘了。前面有个神刀门的小师妹，过去问问。这位师妹，我当然知道，从这里出。这包子，热腾腾的包子嘞。这里竟然有只小猫，先沿着这条路向前走走看吧，但愿那个小师妹没记错。正骨楼果然在这儿，不知婉儿姑娘在不在里面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！哎呀呀！你们还敢还手？师妹，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！我姓赵，杭二。多谢少侠相助。赵婉儿，原来你劳烦辽邦使此地的四腮炉鱼羹最能显出食材本色。
天化日欺负人。这位天香师姐，你骗他？他，两位先慢慢聊，我先告辞了。他若不是骗子，对呀、啊，我去追上他，问问清楚。站住！哼，想追上小爷，可没那么简单。你来追我呀！啊，你是唐时也运也唐门小宝哥哥，那边怎么有个小乞